想我一世英名，十万大军被打得落荒而逃，大势已去，没希望了。将军，将军呐，将军，将军莫急，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呀。有啥希望？你没听背后杀呀杀呀，那就太吓人了呢。这傻老爷们，你傻呀？他喊的，是夫人让我喊的。我让你喊仨鸭子跑的跑字呢，没等喊呢，人全跑没了，不赖我呀。我明白了，我这十万大军不是被打没的，是被你嗷嗷一嗓给我喊没的。想我这一世英名，大势已去，没希望了。着什么急？你着什么急？你成天老着，你死你着什么急呀？干啥？我们是有希望的。有啥希望啊？我们现在局面一片大好，马上就迎来胜利的春天了。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。那里有红花，那里有绿草，是不是还有会唱歌的小黄鹂？你会这歌啊？没希望了。嘚瑟，说嘚瑟，给点脸了是不是？老着什么急死啊你啊！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还有两个消息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听哪个？坏消息。坏消息就是我们已经迷路，而且断粮，以后只能靠吃马粪为生了。那好消息呢？好消息，马粪有的是啊。没希望了。我说没希望了。没希望。来来来来，你过来，说你呢，将军，你干啥呢？将军，我都要死了。将军，你咋不拦了点呢？将军，这，凭我对你的了解吧，你是不可能自杀的。我怎么？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。嗯，你说我们能不能效仿古人，给他来个鸿门宴？哦。首先我们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，然后把敌军的将领请过来，我们再把夫人叫出来，我为他舞上一曲，迷惑于他。趁其不备，以你衰败为号，我们将其拿下，然后停！你咽下去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的意思是把敌将请来，摆上一桌酒席，之后把夫人请出来，跳上一段，咔个来段舞蹈，迷惑于他。之后你们二人手持钢刀，直奔敌将，以我摔杯为号。给他来段 B-box。 哎呀，你有病啊，哼哼的，那脑袋得钱治了吧你？不对吗？我说的是那意思吗？那啥意思？人我们的意思是请他们来过来吃饭，你摔杯为号，我们进去把他们围起来，咔咔咔全杀了。对，玩 B-box。 对，这意思。你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？对，来呀，站，准备，对对，以我摔杯为号。是夫人，等我保护你。夫人，上边去。将军，将军，好，将军，你真的要去吗？请吃饭咋不去呢？将军，我认为那是鸿门宴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一会儿进去，我提出的条件他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摔杯为号。我们马上冲进去，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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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就去准备，去吧。哎呀，
哎呀，将军久违了。你挺能跑啊，你呀。哎呀，我这不叫把我醉这不迎接你吗？我都瘦了30多斤。这是精神，精神。那啥，将军一个人来的啊？一个人来的。他你一个人来的？一个人来的。一个人来的呀。那能行吗？打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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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他。车呀、啊、直悠悠地转，这里的风景啊真好看，哪好看呢、天好看，地好看，嘿，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，跑。哎，这俩大风车咋回事？那大风车，夫人呢？他问大风车呢？大风车。歌手，歌手唱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歌手，歌手，助助酒兴。将军呢？啊，那你这是啥意思？舞蹈队伴舞，伴舞。你看我这歌手都撤了，你看咱这不跳了呗？撤啊！对，撤。是他，哎呀妈！不是我摔的杯，你上早了。不摔杯为号吗？是他摔的杯，不是我摔的杯。你上早了，这都包围了，下手就得了呗。是他摔的杯，不是我摔的杯。你上早了，我还没玩够呢。啊，那这都包围了，下手就得了呗。不是，你咋还没听明白呢？是俺们摔的杯，不是你们摔的杯。你上早了。哦，对，那这都包围了，下手就得了呗。你咋还没听明白呢？是俺们摔的杯，不是你们摔的杯。你上早了，他还没玩够呢。你听听，人家都听明白了。对，这都包围了，下手就得了呗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走，你有病啊你啊！你是不是有病你？啊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夫人呐、啊，夫人呐、啊，我发现咱们好像是撞忌了，撞忌了。他们也是摔杯为号啊！哎呀，将军，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他们先摔杯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来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应该那个，哎呀，两口子聊啥呢？哎、这不说听说将军来了吗？我们要大摆酒席宴请将军。夫人，快去、啊。那个不用那么破费啊，给我准备把杯就行。哎呀，这么简单呢、啊？来吧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来嘞，上酒，哎呀，这个杯子你慢用。哎呀，没啥准备哈，都我也够不着，没你份儿。谈判吗？谈。我现在要你一座城池，你给不给？你敢要我一座城池？不给。对不起了。哎。哎呀。哎呀，真会玩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！纸杯玩你呢。行。说呀，说呀。好玩。好。哎，这不是纸杯是吧？我再问你，我要你一座城池，你给不给？你要我一座城池，我给。给了。不是刚才不给来的吗？说后悔就后悔了。我改变主意了。我要你全部城池，你给不给？你要我全部城池、啊、我还给，又给了。不是 你俩给完我上哪住去？你管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俩租房子住去。把房子找秋去，就是玩玩。要什么你们不给？要什么我都给，你就是要我都给。我也不要你，你要也不能给你。哎，说不给了是吧？抓着画饼了吧？你咋这么抠呢？你就给他吧，啥好玩意儿？对不起了，不是，使劲粘上了，呀哈，太高明了，把杯子给我粘桌上了是吧？胶水多，你看这边咋没抹呢？没粘，这胶水不够了，对不起了。哎呀，真会玩！哎呀，沾手上了，太高了！哎呀，没少抹胶啊！我搓着，他搓着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，可怜呐！桌子底下也抹胶了是吧？哎呀，太厉害了，干气猴！你们要把盘子沾上，我都能理解。最可气的，你们连菜摊都沾上了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来呀，蛋儿，拿下，蛋儿，一路。
结婚了，裤衩上，噼里啪啦。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将军啊，搁那模仿摔杯的声音呢，摔杯。一听你这外行，摔杯那是那动静吗？就是。别奔儿吧的，就好像你会模仿似的，摔一个。摔杯你不得咔嚓一下吗？那是咔嚓呀，那是噗呲一下子。啥？是哐一下子。咔嚓。噗呲。咔嚓。哐一下子。噗呲，哎呦我听我真能听。停。是这动静，准确不？准确。这回看明白了吧？啊，看明白了，是他们摔的杯，不是你摔的杯。我们上早了，既然包围就下手得了呗。是他摔的杯，不是你摔的杯。我们上早了，对，那既然包围就下手得了呗。是他摔的杯，不是你摔的杯。我们上早了，既然包围就下手得了呗。咋听不明白呢？是俺们摔的杯，不是你摔的杯。他上早了，你还没玩够呢。你看看人家都听明白了，是他摔的杯，不是你摔的杯。你还没玩够呢，我这就下去准备，我跟你一起去准备，你给我回去。哥呀，玩够了。你玩够了、我们还没玩够呢。没玩够呢。我真玩够了，让我走吧。不好使，来吧，蛋儿拿下，蛋儿。没希望。